四十九。我这么昨天说十分了，还是十一呀？我昨天有几个人，前天我就跑了，跑了是不是稍微赢了？对，跑了三名。晚上好啊，亲友们晚上好哦，杨总啊晚上好啊，这个晚上好啊，亲友们。狙，狙，他这样对狙的话，我这个炮啊、有这个马啊策应啊，所以我现在一个是马四进六啊，保住这个马炮啊。也可以打中兵，但是保炮比较好啊。周五因为是31号啊， 31 号这个啊、会有吃饭啊，会有饭局，所以啊、提前播了啊。因为害怕礼拜五一般正常是有吃饭的，会啊、去年这个要迎接新年的，所以想到这样的话啊、礼拜五就到那个时候可能就播不了了啊。晚上好啊，肖吉祥晚上好啊，江海任浮沉啊晚上好。这样子保住以后啊，他啊对这个八路炮没有办法，我下一步再狙一进一啊，他就不好走啊，狙一进一，狙一进一，一平八捉马，这个马就没有路啊，这样子。用远见的你怎么不跟他下？其实下了还是挺有收获的啊，因为我啊，养成的习惯，下完了以后输的棋啊，啊都要分析嘛。结果昨天分析了一下啊，应该说这样就对自己会有进步啊。啊，这样打过来，他只有这样对干了啊。这个时候，我有个马六进八啊，他顶住，我在捉马，我现在。
从这边打向进攻了。将军，昨天那个陕西的申根成啊，他赢过王天一，赢过这个洪志，他肯定是软件的，这个啊，大家都知道的啊，这样子。其实那个昨天那个申根成，他在大概有五六年前，我跟他在下过的啊，我跟他。我现在平炮啊，还是出车，出车他打我攻我马，出车都可以了啊，出车。将军，将军。我和张强的棋啊，什么时候？我和张强的棋，张强啊，张强在1991年啊，他赢了我一盘啊，个人赛在大连啊，他就凭借那一盘就进了前六名，获得大师了啊。谢谢啊，杨总啊，这个送的礼物啊，嗯。但是张强啊，输我还是比较多啊。但是一盘完整的棋要摆出来，可能还要参考啊，参考记录才行啊。这个棋黑方比较难办呐、啊，这样子。
这个棋哦，对的啊，这个棋好像还有一些变化啊，这个棋啊。发个链接，讲起吧，怎么讲起这么链接？吃这个棋打你打中卒将，它有个反打中卒将啊，反打中卒将比较厉害，你车吃了以后啊。他吃你的马以后啊，他有个炮三进二的这个棋啊。这个是先手啊，先人指路转身反攻马啊。
这个棋除了打车以外呢，有个车进一捉马啊，捉马呢他车六平四保住啊，他有杀这样保啊，这样保我有个巧招啊，我这样一沉呐、啊，这个很妙啊，他就没救了啊，这一招很妙的。二路车进一，他车六平四啊，反杀这个先打车，现在在沉底啊，这样做他做成绝杀，这个棋啊还是走得很巧妙的啊，这个杀法很巧妙啊。二路车进一，我先也是这么想，人家车六平四保住以后啊，他还有个跳马四进六啊，卧槽杀你，你还要防啊，结果一想这样先平炮打车啊，开通二路车的啊路啊，然后车沉底啊，这样走的话，我兵三平四啊还是个重炮杀，他没有办法啊，这样子。或者炮四平一呢，炮四平一他飞象，我兵三平四啊，这样子，这样也是个杀啊，这样子。他现在只有车四平七啊，他车四平七，我再炮四平二就没解了啊。这样就没有救了啊，这样没有救了。哟，还有救啊。哎呦，我还看错了，这个棋搞错了啊。不过再抛二平一了。抛二平一他降五平四。这样的话他也是不好办的啊，这样子。包二平一打他一象，他只有车啃了，没。这个是。又是我先呢，我这盘跟刚才一样啊，跟刚才开局一样啊，他可能会啊，这个对手可能会走得啊更好一点啊，有可能啊。走一盘弃马局啊，那要后手啊，一般的。明年深圳二队应该还会去冲甲啊，应该会去冲甲啊。
走这一步啊。是啊，全是啊神医的啊。我这个是走的先手反攻马啊，这样子。先手反攻马啊。一般这个走七进一走的人还是比较少啊，多半应该是要走三进一啊来气，这样的话。我这个棋呢是啊，直接对蜗居就可以了啊，但是我啊不愿意啊丢一仙，但是丢一仙呢，左边已经封了也是可以的。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啊，谢谢啊。这个一路车杀出来了，这应该说这个红旗啊，又局势又比较好了啊。刚才的问题就是啊，右车出动的比较慢啊，刚才现在从边路杀出来啊，又可以吃他这个啊。吃他这个主，这个棋优势就比较大了，这样子。啊，大人物啊，你好啊。这样一个对子啊，对子我已经多了几个兵了啊，这样子。现在的问题啊，他要打中卒啊，这样子。
哦吼，这样子啊，没注意啊，这样就吃了我一个士啊，没注意他走这一步啊，这样子。我居平山，他就吃了我一个士啊。冲个冰，他飞个象啊。我居四平山，他打了，我撑了，他吃了，冲个兵吧，弃个子啊。现在要丢一颗子啊，这样走，这样走的还是不对呀，这样子啊。这一步走的不好啊。四平山丢个士有点麻烦，所以冲三兵冲的不好啊。冲三兵冲的比较随手，这样的棋当然应该说啊优势没有了啊。拱三兵，他打马，嗯，丢了个子啊，丢了个子，但是多兵啊，这样子。
两阳之量发生微信。嗯，这个要感谢亲友们送的礼物啊，登高临远啊，这个上善若水啊。还有啊，好多啊，这个感谢棋友啊，嗯，还有江海任浮沉啊，这个棋拱三兵，结果走丢一个子啊，这个棋当时啊。走什么？当时应该走居士退一，可能四平三丢个四，其实丢个四也是可以的啊，这样子。这个棋。居八平七保，他会走。居八平七保，他居二平三捉，有个捉兵啊。但那我打中兵也是和棋了啊，这个棋。这个棋大优的棋啊，走了现在可能会和棋啊，这样子。这个棋走的有点错啊，又走错了啊。这样子拱兵，他冲我吃了，他打了我这个炮不好跑啊。这个棋冲四路兵，他冲五路兵啊，我吃了他以后我脱不了身了，所以会输，这样子我那个炮脱不了身还要丢，那就丢两个子啊，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和棋了啊，这样基本上就是和棋了啊。我刚才冲四路兵，他冲五路兵，我这个棋啊，车炮脱不了身啊，还会丢子，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棋没什么关系了，这样子他破四，我三个兵他更不好弄啊。这盘大优的棋啊，走和棋了啊。所以刚才只有车八平一脱身还是很明智的啊，很明智的。
他马兵赢不了我，双兵四向前嘛，啊，他不对车，他的兵都丢光了啊，这样子。他现在我双兵四向前，他怎么赢呢？啊，这个棋走得太随手啊，路现在才下一盘后手啊。申根成来了就跟他下嘛，没关系的啊，输了也没什么啊。他陪我们练棋，我们也好啊。我如果再去用远见赢他，呵呵，不好啊。神医的高手只要不挂软件，那我们还是不会处在下风的啊。元老赛去年好像在 YY 直播的，就是李洪家是那个 YY 的嘛，是李洪家去直播的啊。大家只要注意消息，在什么地方直播，我可以啊想办法，就是说告诉大家啊，在什么地方看啊。正常情况下就是元月五号啊，冠军元老赛啊。这个棋啊，跟我下先手有点不同的就是它是拐角马，所以黑方就要起横车啊，攻击把目标对准它的拐角马啊，这样子。
对方七八路炮和二三路炮用什么布局最好？这个意思我还不明白啊。像现在这个情况，我没有身形合狙啊。你身形合狙，他最终的出路也是马四退二跟你对狙啊。所以我没有身形合狙啊。啊，他这样来啊，这样来我就上个士啊，这样子啊。因为他要马踩中兵嘛，我现在要预防他马踩中兵。我现在问题是上左士还是上右士啊？上左士吧。哦，他走得挺好，这样交根啊。这个金钩炮啊，一般的简单的说一步的话，他炮二平七啊，你对付他的方法就是马二进一啊，最简单的啊，这样子啊。他炮八平三，你走一步马八进九啊。这个中兵不给他吃啊，吃了损失是比较大的。我说嘛，他最终是要，最终还是要对狙的嘛，这样子啊。嗯，走得挺好的啊，挺足吧。不让他的啊，挺足的话啊，就是为炮打中卒啊创造条件呢、啊。他现在这个二路马啊，就是受到我车的牵制嘛啊。估计他会这么走啊。这个对手的棋走的还是比较啊，比较难对付的啊，感觉到啊。是啊，金钩炮就是过弓走底炮，这个话说的是比较对呀、啊，这个话。
去八进七啊，这样走啊，这个棋炮五平六打车了只有啊。这个棋啊，对于我来说就是压住了他的一个啊三多马啊。红对车弃子，这个我考虑过的啊，他对车我吃马，他打底象啊，那样是一个对杀的局面啊，这样子。这个棋他吃了我两个、三个卒，等会啊，嗯。
这个棋好像还是很艰苦的啊，看这个得子怎么样啊。他什么马挂角好像都没有啊，这样子。在很早的时候有个青士打车，但是他炮三平四有个对车啊。青士打车不成立，他当时啊，他也可以把车四平三躲掉啊。当然你炮六平八啊，这样子。这个棋我弃车了，我想好的啊。我这样主要打马有一将啊，一车换三个打马还带将啊，这样子比较厉害啊。刚才炮三平二就算到有可能是这样啊，这样一个局面，我一车换二，再接着又啊有个打马带将比较舒服啊，应该说，怎么走应该说是黑的应该比较厉害啊，我平车他就跳卧槽了啊，我青士他怎么办？我飞象的话他吃我马那是不行的啊。我现在平炮他跳马，我趁势顶他。他这个脸很厉害呀 啊！我跳一马，看来是啊，他跳马，我飞象。我跳马，他跳马，我飞象，他拱我，哎呦，他拱我的象，我的马不能动啊，我飞象，他吃我吃。
这个骑飞象，他吃掉我的马，我踩他的兵啊，他要求和，拒绝吧，这个骑怕什么吓着玩的事情啊，赢我就赢了啊。怎么手机上这个啊拒绝怎么先飞象他吃马了嘛，吃马了你踩兵也可以啊，怎么这个手机上的这个啊手机有慢吗？嗯，是不是网络有问题啊？是什么？他怎么这么半天没走啊？嗯，晚上好啊，卡了，刚才可能是卡了啊。信号不行呢，我都不知道啊。车评七评三吧，车评三吧，车评三是可以。马七进八还不是可以飞象吗？啊，这个棋啊，谁快谁慢，真还真算不出来呀！啊，将军，将军。
将军。他那个时候横滨我一江啊，将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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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将军，吃！哎呀，老子的妈！哎呦，吃！将军，吃！哼哼，这个棋啊。这个棋控制的还是很好的啊，这个棋啊。如果是软件它就是放我了，但是我自己感觉我还走得比较对呀、啊。这个棋非常险，我就觉得对手是个很厉害的对手嘛。那个中间那些棋走得应该还是很有深度的啊，这样子。这个棋，这样走啊，送一个吧。按照那个走，对手是吉林省冠啊，这水平啊，省冠实力。开局走的真走的，我又被动了啊！这个棋啊，加重炮，他对三兵呐、啊，这样子啊。象棋啥棋是我主编的，是我主编的啊。
向其撒举宝典啊，是我啊，是我主编的啊。这个棋我又开吃亏了啊，这样子。八进四他抛八进二啊。哪有对杀马？你杀兵，人家吃马，人家马有一路炮看住，人家的马有一路炮保住，你怎么杀马？尔顺达啊，感谢尔顺达送出的爱心抱抱啊！哦，哎呦，我都没注意啊。反正这个兵总是该吃啊，嗯，这只要走车三进一啊，跟他对呀，啊。
吃。这个棋正常也要和棋了啊，和棋了。象棋小将啊，哦，这个厉害了啊，才下600多盘就啊，胜率还是59啊。刚才这个棋和棋正常啊，他兵种比我好，我要不多兵，他走个马二进三，我没什么便宜啊。哎，又来个这个。咦，跟刚才一样啊，怎么？咦，嗯，这个厉害啊。也拔的水平要提高，可能主要是提高中局啊，这个主要是要提高中局水平啊。这个棋是不是我亏了一点呢？我这个挺一路兵太悠闲了一点啊。本来不挺一路兵，一平二对车，这个是最好的啊。
一般这么高的胜率啊，我是不明说，基本上就是远见了，这样子。将军，是。叶九，是。叶九也是要，基本上都是要提高中局水平呢、啊。是。我在龙华每周六教几个小孩吧啊，上课的时间比较少，学生也比较忙啊，这样子。九三和沈冠的差距，这个不好说啊，这样子啊。我这里没感觉到卡，
中局的提高啊，就是自己下过棋要回来分析啊，这个最重要啊，这个最重要。要分析自己的棋啊，要坚持分析啊。再一个就是学习啊，名手的精彩的这个中局啊，这个也很重要啊，这样子啊。算了算了算了，没有，没有什么意思。这是绝对是个软件，我跟你讲啊，我这盘走的比较稳啊，他也没有多少办法啊。赵一凡啊，你好啊，这样，今天下的基本上就在测评了，给大家讲点什么呢？等会啊。等会给大家讲一盘棋吧，这盘下了啊。吉林省的棋手应该还是知道不少啊，这个91、92、93呢，这个，差别也很大，差别也很大。他这个飞象啊，老老实实还是对的啊。他不老实的话，要吃亏啊，这样子。他如果吃，刚才他不飞边象，他吃我车，我可以走走七进一啊。这个谱走得很熟啊，对手啊。这个就是五七炮的这个谱招啊，这样子。
和大人物记得真清楚，盲棋赛就赢过一盘，这刚才这个吃车就走走棋进一了啊。红方怕吃亏就走车八进七，那就走走棋进一啊。我们的棋友有时候真的记得好清楚啊，这样子啊。这个棋他进炮的话给我抢到这个七进六，应该说他应该抢这个七进六的啊，这样子。是想到他有这个棋，他马上就来了啊！这个棋怎么对付啊？这个棋怎么对付？我退回来，他还打我卒了啊！这个棋是我走错了。走九进一走的有点缓了、刚才走个不走走九进一啊。走九进一走的有点缓了啊。他这样给我打一象，他还是他还是亏的啊，这样子。李雪松现在在我们武汉的红山体育馆，也省旗队也在那里啊。但是呢，他的工作做了这个青少年的业余体校的教练呢，再不是专业棋手啊。李雪松还是在红山体育馆上班啊。将军
将军。李志平现在在湖北棋牌中心管这个象棋协会的工作主要是搞比赛呀这些东西其实李志平的棋很不错的他但是有点不努力吧就是这样子。他现在做协会的工作搞比赛学生是比较多的教的学生因为担任教练的时间比较长除了湖北队以外你像徐崇峰这个赵子宇王新业这样子江一之这是外省的湖北省的出外湖北省的。李志平的其实很不错的功夫也很不错他96年获得过全国第三名嘛
这个残旗黑的比较好下一点呢、啊。这个对手不会是软件呐、啊，软件我早就麻烦了，我跟你讲。李志平96年第三名啊，94年啊第八名获得大师嘛，嗯。这个棋怎么动啊？都不动啊，都不动，走一个再说。嗯，李雪松是第一次参加全国赛，就赢了许银川啊！第一次参加全国赛，嗯。将军。蒋川的棋当然很厉害了啊！蒋川的棋现在都很厉害的啊，这样子。将军。好，现在给大家讲一盘棋吧，啊。
这个讲一盘这个啊，碧桂园呢、啊，我后手啊对陶汉民的一盘棋啊，我是在碧桂园比赛啊赢了余幼华以后啊，这个获得了这个正赛的资格，抽签呢抽的也不错，对陶汉民啊，第一盘后手啊下得很好，结果到了晚上先手就胡思乱想啊，先手反而输掉了啊，这样子。当然冠军之间这个水平也非常接近。是吧，刚才可以直接拱兵就杀了啊，这个姓曹的棋友说的对啊，刚才直接拱兵啊，他四次了以后炮九天一重炮杀啊，节省一步啊。胡司令完全在休息养老啊。这个陶汉民，这就是我碧桂园的第一盘正赛的棋。陶汉民先人指路，我对挺兵啊，他这个时候走炮八平五啊。兵持四可不行啊，兵持四人家老帅进来了你还要输了。哈哈，我的人家双马那个我缺四啊。这个他先人指路啊，再加中炮，转眼成这个平风马的这个阵势啊。平风马相当于平风马进三兵啊。他这个时候走个炮二平三啊。炮二平三呢一般有两种印法啊，一个是走九进一，一个是四六进五啊。马七进八也可以走啊，马七进八。走马七进八的话他会上马啊。你这样飞象的话他就踩啊，这样一个变化。你对车的话对了以后马五退三，这样走。一般想激烈的话就走啊进炮，他踩了再炮八退一，这样走啊。但是这样好像还是红方占优一点啊。这个时候上四是最堂堂正正的棋啊，他出横车啊，这个变化。我飞象啊，他平车啊，我跳马啊，他进车啊，这样进车。这个时候呢啊，黑方打马有一招棋啊，打马表面上看还是可以的，打马他平车抓，你再踩、啊、这样的话他如果吃了，那这个棋如果吃的话，那黑方不错啊，吃了你吃走起来再踩个四，踩个四再平炮对车，这样子啊，这个棋黑的还是不错的啊，这样子。这个棋走到这里啊，红棋应该是平炮最好啊。啊，黑方可以平车啊，你只有上四啊，你再平炮，这个棋红棋再啊走这个车二退一啊。或者二进二加助理啊，这样子。这样的话以后再来得这个子啊，这个棋黑的还是吃亏一点的啊，这样子。黑棋进车啊。这个棋记得以前比较多的是彩兵啊，彩兵他在车四进五啊，有一个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彩兵啊，彩兵啊，他车四进五啊，你这样对啊，
他在平车捉炮这个变化啊，这样子，这样再把中炮踩掉飞掉啊，然后平炮对车，这样一个走法啊，他吃掉再走炮八平六，这样啊，这样一个走法啊，那天啊，比赛那天走到这里，我突然啊，这里没彩兵呢，突然发现可以先对车啊，先对车，他对掉啊，我吃掉，他不敢压啊，他压我炮一退一，我很厉害啊，他这样对了，他必须得跳马了啊，这样我再跳马啊，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啊，红方就进车啊。我就踩边兵啊，他炮退一啊，我就挺边卒啊，因为这个边马啊跳到那里还是有点问题的啊。红方这个时候平车捉炮啊，我平七啊，红方就跳马啊，我就车九平六啊。这个时候的话。啊，这个时候他是马踩中卒，我当时算他这个棋他比较占优一点的啊，这样吃，因为我这个车啊不好抬起来，这样子一个局面啊，应该是他占优一点啊。但是我当时想了啊，我准备先跳马踩他的兵，等他冲中兵。啊，我在挺边兵啊，控制他的马啊，他这个时候不敢回马，他回马我可以炮打卒啊，这样跟他对啊，这样对了红方，黑方还是多卒的啊。这个时候他应该的正招应该是啊走这一步啊，我当时算啊，我当时准备就拱兵啊。啊，这样走啊，他如果吃了这个就比较简化，也是他略优一点，应该和棋的成分比较大。我算到他退马啊，退马我可以啊进车捉马捉炮，等他吃了以后再拱卒啊，这样也能啊。这样也可以局势啊，如果他平这个的话我横卒啊，他打我可以拱卒啊，这样子我弃一个子啊，这个时候我先捉炮啊，他吃了我再拱他回去啊，我再横这样子啊。他当时先走的话，这个棋他还是好一点的啊。他有这个捉，我当时看啊，这样捉，我先拱后捉，先拱他回。啊，这个时候拱卒，这个时候拱卒啊，这样子，他踩了啊，这样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我当时算了很久啊，觉得这个棋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啊。他平这一个的话，我只有走这个卒。他如果打我啊，我再这样拱啊，这样的话丢个子啊，还是。还可以啊，还可以下啊。下棋要记忆力，但是应该说下棋也可以练啊，锻炼记忆力啊。
哦，对啊，他这样做啊，这样做。哦，我恐怕这个时候就得拱啊，这个时候就得拱。他吃，吃。我这个时候再拱马，这样子啊。啊，应该是这样一个次序啊，这个时候拱马。这样他跑的我就直接混卒了，不要拘六进八了啊。这个棋我当时算很久，其实红方对我最大威胁的是直接踩中卒啊，结果陶汉明在这个节骨眼上上了一个士啊，这样就很差了一手棋，我就拱了边卒啊。再等他踩这个棋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我踩，啊，他打，我跳马踩中兵啊，他拱中兵啊，我这个时候炮打边兵啊，这样有一个对炮的棋，他不好预防啊。他如果先踩中卒，对我的威胁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他飞下啊，我跟他对炮啊，这样子。他没有好的方法啊，这个棋他跟我对调、啊、我吃掉，他在平炮打我的边卒啊，这样子。这个时候也是对我的考验啊，我就进车保住啊，这个卒很重要嘛。这个棋红方的这个时候啊，他有个挺兵，但是他挺兵占不到优啊。他挺兵我就是吃掉啊，啊，等他打掉的时候啊，我有个车六退五啊，六退五，这样的话以后有个车六平九啊，这个棋黑的也啊不吃亏啊，不吃亏啊，黑的不错啊，这样子。这个时候他走的什么呢？我记得他哦。他拱的中兵啊，拱的中兵啊，我这个时候就啊打他的两个啊平双，打他的双，逼着他走车二平一啊。这个走车二平一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再走马五进七啊，借着这个炮保住这个卒的情况下啊，再走炮马五进七。这个时候他在啊不好求变呐、啊。他如果强行的要变的话，这样走的话啊，这样变的话啊，我最简单的就是车六进三啊，六进三，等他吃我啊，我再卒九进一啊，这样当然是比较委屈的，我还不会这样下，这样他三退一啊。这样下算比较委屈的，我不会这样下。这样，他如果平炮的话，我随便啊落个象或者把炮走开啊，等他踩我的马啊，我再离开啊。这个棋我多他一个兵，我不会啊，不会害怕啊，这样子。李一婷老师啊、因为文化大革命受了冲击啊，你们有的不知道，所以他啊、再一个与他的身体有关呢、啊，所以不下了。所以当时啊、走到马五进七啊，这个时候啊、陶汉明啊、就提和了啊，这个棋最终啊、下成了和棋啊，这是。碧桂园啊，正赛的第一盘棋啊，这样子啊，今天我们的直播啊，到此啊结束了啊，这样子，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这个，祝大家新年快乐啊，马上就啊新年了，下一次直播就要过年以后给大家直播了啊。祝棋友们新年快乐啊！谢谢啊！
好，晚安啊。